他是和共产党共产党啊！大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共产党是啥人，能跟你媳妇扯到一块儿去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的哥哥，啊，就是共产党。咱们都一伙的。大哥，你喝多了，你净开玩笑。没开玩笑。你当我于老八是傻子的啊？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坐坐坐，大哥，大哥，坐坐坐坐，来。哎，大哥，你说你亲眼看见了，谁信呢？你在哪儿看见的呀？我就在。你问这干嘛？哦，拿贼拿赃。捉奸捉双，你没捉到人家，你不就是冤枉人家吗？谁冤枉了他啊？就在西拐沟我看见的。西拐沟啊。嗯。那个，兄弟，这事儿吧，你千万千万别说出去。啊，哎，这大哥的家事儿，兄弟能跟谁说呀？啊。大哥，嗯，喝的也差不多了吧？咱们找个地方醒醒酒。去哪儿？仙人洞啊！这得了呗。兄弟，你把我从脚后跟拎起来抖抖，你能抖出半个铜板来，我算你厉害。没事，大哥，兄弟这两年倒腾山货，哎，赚了点儿，包在兄弟身上啊。咱们不能老手气那么差吧？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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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为啥呀？不为啥。为啥吧，媳妇儿？你可从来不做那种没头没脑的事儿。那是以前。不，那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不一样。我不能这么活着，我得为自个儿打算打算。三哥，八嫂，快去看看吧。我听东连吃的狗蛋子说，八哥又去仙人洞赌了。听说能算数吗？哎，嗯，那老八那王八蛋，你看看我怎么弄的。瞪着干啥呢？关我啥事儿啊？什么叫关你啥事儿？走走。金四银五小额牌，帮我顺地来，喝酒。怎么又输了？不是来硬裤子，怎么又输了呢？我说老八呀，啊，你还玩什么呀？是不是还想把你老婆和儿子给堵上啊？啊！多硬赌，媳妇谁啊？你们都笑什么？啊！你们都笑啥呀？啊！赌。谁呀？哎，三哥，哎哎，我不说，我不说，出来，我不说，那行不行？把手指头都给剁了，出来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哎哎，怎么了？为啥举起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？为啥举起那疙瘩就偷野汉呢？不许我赌钱啊？你他妈胡说啥呢？我没胡说，他就是偷野男人去了。再说一遍，他偷野男人去了。再说一遍，他偷野男人去了。我说的是实话。等我，怎么回事？让。
让你杀葛大妮儿，你找于老八干嘛呀？我不杀葛大妮，她是我媳妇儿。那于老八死了？没有。还是啊，许根子，我石彩凤可不是开慈善堂的，你拿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儿。夫人别急，我许根子不会白花你的钱，我迟早给你吃一颗定心丸。那你快点，别让我等太久。好嘞。哎呀，三哥，疼！来来，说说吧。说啥呀？还跟我装糊涂是吧？哎呀，三哥，咱别老掉树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换个方儿吧。换个方儿。等等，我不会游泳。三哥，救我！酒醒了，醒了。那说说吧。我说说啥呀？还跟我装糊涂，水没喝够是吧？我是喝酒了，但我没胡说啊。孩子娘的没胡说，是吧？三哥救我！三哥！能说了吧？你怎么不相信我呀？我看见葛大妮儿给他送了件衣服，还要跟他们走。三哥，我没说瞎话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呀。在哪儿看见的呀？谁呀？就在西北沟，我叫，哎呀，我姓白。他来过咱们石泉镇。老白，三哥，你让我上来，我冷。等会儿。老白长得比你还难看，怎么可能呢？三哥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，我这都冻死我了。你拉我上来。找我啊？对，我想和你谈谈葛大妮的事儿。找错人了吧？于老八跟葛大妮那是一个屋的，要找你得找于老八去。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？你想多了。行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葛大妮想加入我们，跟我们走。我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能有什么意见？那是他的事儿，只要别给石泉寨招来祸端，那就行。别的我也管不了。要没别的事儿，我走了。哎，老三，还有别的事儿啊？那我们就把葛大妮带走了啊。说，以前都是男人休了女人，那女人能不能休男人呀？休男人？啊？你笑啥？你想啥呢？你是说，我不想跟老爸过了，我想离开。我想离开余家，离开石泉镇。你心里有别的男人了？没有。
那你心里还是想着龙哥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把你男人推到别人怀里，你不甘心是吧？行，那你们现在就离婚，我嫁。他真这么说的，啊？你看我问你话呢。能说了吧？他可能是真的伤心了吧？那谁跟老八那样的在一个屋檐底下，那能不伤心呢？哥，我也伤心呢。是吧？我以前觉得老八说的是醉话，可是现在看来啊，不像。不是怎么的？你也觉得葛大妮在外边偷野汉子了？我不是说他偷野汉子，我是觉得他心里可能真的有别的男人了，要不他干嘛会休老八呢？你又在心里头倒腾着醋坛子呢，是吧？什么呀？他这现在心里的男人啊，也许是你，也许早就已经不是了。不是，到底都跟你说什么？怎么的？他心里真装别的男人了吗？你看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现在轮到你倒腾醋坛子。我倒腾什么醋坛子？我要倒腾，我也倒腾酒坛子，是不是？咖啡倒腾吗？别给我来这套！我跟你说，葛大宁他要真看上一个像样的男人，我第一个，我让老爸跟他散了，你信不信？爸，你妈先走。衣服，你先换上吧。哎，很疼吧？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哎，别这么说，上战场哪有不负伤的呢？可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，我这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那你不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石泉寨的父老乡亲吗？丹妮妹子，我发现你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但是你比那些读过书的人要懂得多得多。我懂啥呀？我啥也不懂。好了。哎，白大哥，这件雪褂子我一会儿给你扔了吧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啥也不懂，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你敢和天斗，敢和地斗，敢和规矩斗，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就是我们所提倡的。啥呀？他们说我那是傻，是倔。
这怎么是傻呢？现在提倡妇女顶半边天，不再是女人围着男人转的时候啊。丹妮儿妹子，人一定要学会为自己打算。余家的各位奶奶、姑姑、婶婶，什么真的？想离开石泉寨？对。能去哪儿啊？参加共产党？你都知道。天大地大，有路就能走。你想往哪儿走，没人能拦得住你。你要离开石泉寨，是不是心里有别的男人了？是不是我说有野男人了，你心里能舒服点儿？那行啊，那你就这么想吧。见了于家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可是啊，他不能不要这张脸。于家的女人没有不把阵前当回事儿的。你葛大妮想出多少男人啊？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，我他妈就是混蛋。呸！余怀龙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你们余家的男人伤女人香。再说，就是有野男人啊，我多气啊，他就是被你们气了。余家的规矩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被你们扫地出门了？行，葛大妮儿，既然你那么想被逐出石泉寨，明儿、明天，我就在祠堂给你演一出。我等着。别动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是来找县长举报点事儿。进来吧。团座，就是他，县长大人好。是你找本县长吗？是。有什么事啊？我叫许根子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县长大人汇报。说吧。咋办？
你还想要开口费？不敢，县长大人吃肉，小的只想跟着喝口汤。喝口什么汤啊？我想要这身衣服。好啊，如果你提供的情报有价值，我可以考虑在自卫团给你谋个差事。谢谢团座。走吧。西拐沟，上官县长，此话当真？是我亲自派人查出来的。你可不要像上回一样，再让我下不了台呀！这回可是千真万确、地地道道的共产党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应该不会太多，都集中在馒头山西拐沟一带。接事部是。报告接事部。报告师座，卑职有重要情况报告。老八媳妇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咱们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。咱留不住人家，也别伤了他。好脸好话的，把他送走就是了。是这个意思吧？意思大概对。人家要走，咱也留不住。可有一样啊，这老八说的是不是胡话，那得查清楚了。三哥，这老八媳妇儿真的在外面偷人了？不可能，八嫂不会是那样的人的。老三，那有没有啥证据啊？他自己亲口说的。如果这葛大妮在外面真的和别的男人苟且，这件事情就另当别论了。咱们石泉寨有规矩，赏罚分明。他老八媳妇儿对石泉寨有功，咱们该赏。但是他要坏了石泉寨的规矩，给余家抹黑，咱就得罚。七叔，真得罚？那又得挨鞭子，又得游街的。多少年了，没有女人能过得了这关呢？我不同意。都什么年月了，还兴这一套？七叔，哎，这是老八的父子砖，我交给谁啊？哦，你们开会呢是吧？那我就搁这儿了啊。哎，老八媳妇儿。啊？我们正说你的事呢，你今天来的正好。今天，你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你在外面，是不是真的？啊！我知道，外面都传开了，说我葛大妮儿有野男人，有也好，没也罢，我就想跟大家说一声，我不想和老八过了。你们说他休了我也可以，我休了他也行。大妮，你说话要想清楚，就是说，你不否认在外面有野男人，谁呀？我不想说。我葛大妮儿的脸不是脸，人家的脸还是脸呢。哼，好。葛大妮，既然你不否认在外面有野男人，那按照石泉寨的规矩，不守贞洁的女人鞭挞示众，昭告乡里。我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游街示众，昭告乡里，将你逐出石泉寨。昭告乡里，游街示众。七叔，我想问一句，这是大家伙的意思呢，还是个别人的意思？是石泉寨的规矩，对吧，七叔？
真是石清寨的好规矩呀、啊！游街示众是吧？行啊，那啥时候啊？没商量好是吧？那我看就现在吧。绳子呢？鞭子呢？来打我呀！八嫂，你快回去吧，这不是你待的地儿。我们正商量着。商量啥商量？这不商量好了吗？行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拿家务事儿去。哎，八嫂，别带着我。奶奶，您说句话呀！那您要是不出面，按照三哥那脾气，那八嫂一会儿真要被游街了啊！游街就游街呀，老三做的对呀，那是规矩。奶奶，您说啥呢？您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您，啊切！你奶奶我是老了，我是老糊涂了。你们这都是怎么了？一个三哥，一个您，哎呀，乱了乱了，全乱了。哎，老班媳妇儿，你这是要干嘛？菊子，把我绑上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游街。哎，老五，你们还真的要把老八媳妇游街呀、啊？一个娘们家家管那么多干嘛？没你事，回家。哎，可老八给大妮泼了脏水，你们怎么不去惩罚他呢？你说够了没有？别掺和，回家。吴总，来，把我绑上。我不管。来，把我绑上。各位叔伯兄弟，你们都搭把手啊！今儿个绳子、鞭子我都带来了，我就是要把老八休了。不管我有没有野男人，这事儿我认了。哎，老八媳妇儿，这净胡说啥呢？他老爸给你造谣，你还真跟他赌上气了？谁来呀、啊？来搭把手啊！老八媳妇儿，那你说吧，那个野男人是谁？重要吗？重要。我认为不重要。我是石泉寨的女人，我不守石泉寨的规矩，我甘愿受罚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老五，把他捆上。老五，我不告诉你，这个大妮是在石泉寨的东家，你就不能这么做。把他捆上。小三嫂子，这次全靠你了。我奶奶这次真的糊涂了，她居然让三哥打八嫂，你得拦着她点啊。余家的规矩不是玩笑，谁他妈都一样，不能破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余化龙，你在干什么？给我躲开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相信余老八那个混鬼，不相信葛大妮？他自己承认的。承认了就一定是真的吗？你以为一个女人心里了有了一个人，就还随便能搁下另外一个男人吗？这几年大妮心里装的是谁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别。
胡说，还是葛大妮红杏出墙，很快就见分晓了。这么说，老三的鞭挞游街实施不了了。您还真想让老三鞭打葛大妮儿啊？哎，行啊，既然外头这么热闹，我们也去瞧瞧吧。你凭什么诬陷葛大妮儿呀？要罚也该罚你。哎呦！别打了！你看，他们打我。来呀、啊，给老祖宗拿把椅子。老八，九奶奶问你一个问题：平时你跟大妮儿在家，谁当家做主啊？我。实话。他。他待你好不好啊？不好。是缺你吃了，还是少你穿了？啥也不缺，他老是让我干这个做那个，女人不像个女人，我这个爷们儿不像个爷们儿的。你倒还挺诚实的，那好，九奶奶做主，把这个女人休了。老三，你还等什么？老祖宗，不能让三哥打呀！打了我就没媳妇儿了。执行剑法，闪开！龙哥，你脑子去哪了？大妮是这样的人吗？你不会是被酸醋蒙蔽了脑袋吧你？老五。你打吧，打完了这鞭子，我和石泉斩从此再无瓜葛。三哥，三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三哥，你不是要剁我手指头吗？剁吧，你剁吧，我再也不喝酒了，我再也不赌博了。老三，你要逼我动手吗？祖奶奶，祖奶奶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们这个样子是让我这老太太难堪呐！打死！
老哥，情况不妙，我看敌人好像是专门冲着西拐沟来的。啊！快！错！一分队从正面阻击敌人，掩护二三分队从西拐沟北路撤退。瞒天过海！打！把炮弹都给老子轰上去！是，放！二三分队脱离敌人的包围之后，从侧翼攻击敌人，掩护一分队脱离险境。老哥，盘活全局的压力全在一分队的身上，这个事交给我去做吧。别犹豫了，你们突围之后，我们在龙泉洞会合。响炮，应该是西北空。老三，葛大妮儿和西拐沟的共产党对咱们实权占有功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葛大妮儿的安全，你一定要负责到底。老五，集结人马，马上赶到西拐沟。是。知道我村长。废物！命令后兵扭转炮火给我轰！是。移动炮雷。下水。给！放！这，这，南京。你不能去，你等于送死。大妮儿，战场是刀尖舔血的日子，你这么去不光没用，还能连累你哥。大妮儿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起来，你别不知好歹啊！我都是为你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你就不应该从娘胎里出来，怎么不应该出现在我面前。这话说完了，我不但从娘胎里出来了，我也好好活这么多年。你妈妈的！这，你站住。站住！站！站！一把土捧在心间，一腔血洒满苍天，离歌唱遍几万里烽火远。几人能够回还？山下路一马平川，天上云变幻。
一场眷恋不白来，人世间情人离散山河边，草木枯碎夜不眠，血腥爱